Hello, 我是 Sandra Dilomizio。 猛犸湖是我的家乡，让我带你四处看看吧。猛犸湖是加州最受人喜爱的四季山区度假胜地，这里有许多不可错过的体验。猛犸湖位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死亡谷国家公园之间，毗邻莫诺湖和加州州立魔鬼镇、窝迪魔鬼城。除此之外，这附近还有壮观的魔鬼岩柱国家纪念景观和彩虹瀑布。选择在猛犸湖住宿停留，就可以轻松到达这些地标性景观啦。猛犸山在猛犸湖地区的中心，是美国最著名的滑雪胜地之一。海拔3300米的猛犸山巍峨耸立，乘坐观景缆车登上加州之巅，俯瞰内华达锯齿山脉的层峦叠翠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体验。猛犸山滑雪场是北美雪季最长的雪场之一，这里还是美国国家奥运队雪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的官方训练基地。雪场配有28部缆车、观景缆车，占地多达1500公顷，每年日照期超过300天。在猛犸山，你可以尽情享受滑雪乐趣。当夏季来临，猛犸山变身为北美第一的山地自行车公园。这里有长达130公里的自行车骑行道，适合各种水平的骑行爱好者。猛犸山的山顶有一处互动体验中心，你可以在此了解更多猛犸湖及周边地区的野生动物、地质、天气及文化资讯，可免费参观并饱览群山。乘坐免费摆渡车前往湖区盆地，欣赏猛犸湖的处处湖泊、淙淙溪流，真是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。无论是家庭游、情侣游，或是独自旅行，你都可体验各种趣味活动，越野徒步、骑马游览、垂钓骑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里还有免费摆渡车，帮您快捷地抵达猛犸湖的各个角落。市区有65家餐厅，结束一天的探险后，可以大吃一顿中国菜、墨西哥菜、法式、意式，地道本土风味应有尽有。猛犸湖还有各种免费活动，从音乐节到演唱会，每周末都花样翻新。准备好来和我们一起尽情享受了吗？很高兴能带您参观我的家乡，来猛犸湖玩吧，一定会让您的加州之旅不枉此行。如需更多信息，请浏览 visitmomoth.com 或申请邮寄猛犸湖四季游客手册给您。不论春夏秋冬，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猛犸湖大冒险。